来，一起来看正确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艺人陈汉典。喷广东药粉，你看，要把妹了，把妹。放心，你竟然被这么廉价的广告，是纯中药制成。艺人小钟代言的“广东冇药粉，大罐的卡少哦”，这句台词不仅深植人心。还常被艺人拿来当作节目中的梗，真的。但在他代言之前，其实还有位模仿男星也曾代言过。谁呢？刚刚，请问，小钟是挤下谁成功抢下广告代言？天哪！哎，这个连我不知道。我们只记得小钟哥。对，因为那个很经典。对，因为他经典了。对了，嗯。哎，但没想到他一辈子也没想过，广东冇药粉变成他的经典，变代表作。对的。哎呀，那个，哎，那个被挤掉不就？他比较烂，所以被挤掉。也不是，不红吧？不是，就岁月的一个更替。对对，更替。他有会不会是长相的问题？唔知啊，你花姐的花姐的，不清楚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。陈汉典，康康脱线，康康。我原本说康康，但我觉得他是脱线。不见得啊，来，你们这边答案是什么？是谁？嘿。康红，康红，哎呦，康红就红了，康红，康红反而有机会。来，一起来看正确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艺人陈汉典。后来才拍的嘛，后来我感冒喉咙痛，喷广东药粉。你看，要把妹了，把妹。放心，你竟然被这么廉价的广告。是纯中药制成，可内喷外用，嘴破舌头破，外伤破皮。混广东冇药粉，弄好哦。广东冇药粉，五公斤大罐的，卡少。哎呦，哎呦，后来才拍的嘛，后来。我是先的，不会不会。真的，之前呢，其实不会彼此有芥蒂，不会啦，我没有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换。你看，你看我那个豪神的一个广告，对，哎，他们刚上来的时候，因为哦新的品牌能不能在台湾攻城略地，然后想说啊找到宪哥，那么贵的一个代价，对啊，第一年完了以后，老板说，哦效果太好，太好，第九个月的时候就跟我在续约了。对呀，两年就过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们因为是救人了嘛，后面一定有人可以接替你这个广告嘛。啊，人家再来，我们会不会难过？我们不会，因为我又续签两年。喂，好红好红。那点都演戏题，请出题。他以前这么帅。汉典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哦。你说什么？嗯，没有啦。我听到喽。没有。别想要逃。你刚刚说大家都很喜欢我，所谓的大家是指谁？就是，叶嘉豪啊，蔡雨涵啊，就这样。两个人也叫大家，应该还有一个人才对吧？哦，就是，陈汉典啊，陈志全啊，然后嘉言啊。左手手指都数完了，我怎么没有听到那个名字？让我看看右手数出来的有没有那个人的名字啊？你说嘛？有，子怡最喜欢汉典了。你好好笑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告白还举手的。请问这是哪一部戏剧的经典桥段？哎呦，好写下来哦！哎，这个歌有泄题哦，啊，这个歌有泄题，这歌泄题，这个泄题泄很大的啦。对啊，那音乐如果当然你知道音乐也知道答案。对啊，那个很经典，举手告白，对，举手告白。好了，三 ，Oh my God， 二一，请举牌。恶魔在身边。Hello， 这个不是我们的年龄层啦。对了，那些年呢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。对，我们小时候看的。对呀，对呀，拍续集嘛。阿某嘛。哦，阿某。对呀。小飞侠。啊，还有举手告白的。对，哇。好。